证我们这个最好的麻豆文旦要运送到港澳地区。那事实上我们有很多这次坦白说啊，这次麻豆文旦或者优质的台南文旦，事实上外交并没有什么问题，那销路都没有什么问题，那只是我们要超前部署，要把这个外交通路铺得越广越好。所以说在未来希望说这个台南优质的台南文旦能够持续的发光发热，因为台南的文旦算全国的产量最多的，是占第一名。那将来不管是国内的销售通路如何，我们不会在这个销售通路不好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在推广。我们其实今年的销售麻豆文旦或者是台南文旦销售通路非常畅旺，那价格都维持非常平稳。那其实农委会启动的大国收购事实上都还没有满足，农委会启动了1000吨的这个大国收购，事实上现在只有500多吨，那表示说很多这个文旦的品质还不错，它都维持价格，所以说都没有流到那个加工厂的通路去。因此呢，我们希望说今天见证销到港澳，过去有销到新加坡的，有销到加拿大多伦多的，有销到日本的，打开了中断了20年的日本通路。所以说将来优质的台南的文旦果品也会越销越棒，越销越好，那对文旦农民的收入相信也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请问一下主委，对于这次台南文旦销售到港澳地区的看法怎么样？今天非常感谢包括台南我们黄伟哲市长，最会卖农产品的市长，还有我们的田廷辉委员跟郭国委员跟我们的孙总干事，一起跟台湾好农的董事长江董事长一起把台湾最优质的我们的文旦，从麻豆文旦呢直接跨境送到我们的香港消费者，香港的1200多个消费者透过跨境平台 B2C 在2天内把台湾优质的文旦送到我们的国外的消费者，所以这时候就呼吁我们国内消费者输蓝输丁，反而要用更多的新台币来购买我们全台湾的文旦，让大家在中秋佳节可以过一个非常愉快，而且对健康、对整个营养非常充分的文旦，大家一起踊跃消费全台湾的文旦。好，主委，请问一下，那个百亿基金互助农哈，现在这个进度如何？百亿基金的部分，我们经过全台湾20-30场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座谈会，那陆续已经有8大方向。像昨天也感谢在台南市那黄伟哲市长亲自参加，跟所有的猪农座谈。我们预计下礼拜再做最后一次的沟通。那因为所有的我们各县市的养猪协会理事长回去还要再跟猪农说明这百亿的基金的使用用途，那让所有的猪农都可以接受。那这样的话，我们下礼拜就可以对外完整的公布。那预计年底前会送行政院拍板定案吗？是，我们为了要白纸黑字确保整个百亿基金的用途，农委会会只要方案定了，那我们会将整个中长程的计划书送行政院，那由院长来核定。那这样的话，我们陆续就会依照核定的计划书来执行。那预算百亿的预算的来源，还有它已经有着落了吗？预算的来源，第一个，我们今天就有非常照顾农民的陈廷辉委员跟郭国委员在场，那我想他们也绝对会帮农委会争取相关的预算。第二个，这个都是循相关的预算程序来送到立法院，我想所有的程序都会是非常的完整。那第三个，农委会本来就是有编相关的预算，在整个全国的所有的农粮渔牧产业上面，那我们当然也会搭配这时候把它全部编足100亿。对于那个国民党的十三公投，主委你的看法是怎样？我想针对这个公投事件，从农委会的角度，我们还是希望专业归专业，那政治归政治。到底有没有因为这样的国外的猪肉莱克多巴胺的安全容许量定的时候，那对产业界的冲击，如果是降到最低，如果是食安的疑虑，我们透过清楚标示，让消费者有完整的选择，那如果这些议题可以一一的厘清，那剩下的这些公投，我想就是属于一个政治的手段。那我们在这里还是呼吁，我们专业归专业，国家的发展方向大家要好好的来思考。那至于公投的部分呢，我们就尊重国民党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好，主
请问市长对台南文旦的行销有什么做法？其实想来讲，今年文旦的行销不成问题，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超前部署，把文旦的通路打开更多。人家说丁杠五明阿虾，我们现在是龙杠卯出名，所以很多港澳地区的朋友，包括之前的加拿大多伦多，还有之前的中断了二十多年的日本通路，还有新加坡通路，其实我们都广泛的这个部署这个通路。所以我觉得其实透过电商，透过许多这个农会的产销的一个合作，我相信台南的文旦的销售并不成问题。不管从天时地利跟人和来讲，天后也许可，然后这个通路也打开，然后我相信农民也配合，这也可以让我们的文旦的产销应该是不虞匮乏才对。好，谢谢谢谢。还有各位好朋友哈，今天非常高兴哈。我们要见证最好的台南文旦、麻豆文旦啊，能够啊出口到香港、澳门，好的这个非常好的这个见证的尊贵的仪式哈。其实今年的台南文旦今年好并不难销，非常好销，因为我们的采收季节跟上市的季节啊，拢有分，拢有一个间隔，像去年。北路到中秋跟五天而已，大家非常赶，但是今年非常顺，那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优质的农民的文旦，现在都差不多都卖了，都欠了，所以呢，现在其他的地方，把其他的别的县市的文旦现在才开始卖而已，所以我想这个对我们台南可以说非常有利，我们这非常感谢农委会，感谢农粮署，农粮署还有感谢立法院好的配合支持，那更感谢我们咱议会各位议员吼的支持，大力支持，把咱文旦会当销到这尼啊好。上重要的，咱的文旦，咱讲有一句话，叫做“顶杠有名声，下杠有出名”。即摆是咱顶杠有名声，香港有出名，所以咱今仔日的文旦就要销到香港去。所以我想，不管是进行销到加拿大，还是拍开这个。日本的通路中断了二十年的日本通路，那接下来又要这个销到港澳地区，恭喜见证最好最强的台南文旦能够销到这个全世界世界有出名，所以在这非常感谢农委会，还有感谢国际处感谢农粮署，还有各位大家的全力支持，我们希望说将来为农民的收益能够有更大的保障。更大的收益，照顾农民的生活，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谢谢我们陈吉仲主委来到现场，掌声鼓励。好，主委，安尼我讲了啊，好，你来讲啊，这下谢谢。农委会陈吉仲主委、黄伟哲市长还有我们辛苦的农民，还有我们的同事哈，郭国文委员，还有陈秋红议员、吴通龙议员。还有游荣智议员，还有我们现场我们的孙总干事，我们的谢局长，还有我们的农粮署的同仁，还有我们县长，还有我们国际处的处长，还有我们现场所有关心我们在这一次这么重要的一个行销通路的一个展开哈，也是我们的江董事长哈，谢谢我们今天的主角哈，我相信这个通路需要靠每个人共同努力。农产品的通路也要销到全世界，也要靠着我们每一位我们的双手一步一步往前迈进。那今天我相信我们麻豆的文旦是有品质保证的，而且这个品质保证几乎差不多有通路的过去曾经订过我们麻豆文旦的都没造的啦，都没造的差不多过去订的都是有回笼率啦，所以这个表示我们的品质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希望借着我们的高品质能够让全世界，我们再次打出我们台湾文旦国家队，我相信现在都在讲国家队，我们再次打出我们台湾麻豆文旦国家队，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的光跟热，咱台湾的农产品，咱台南满岛的文旦的品质，我相信是咱大家共同打拼肯定的。所以在这感谢咱的农委会吼，我相信对去年然后一开始收我们这个所谓的列国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加工厂，
成效非常的好，所以我相信我们不再有过去所谓自己文旦打自己文旦的一个状况，所以整个的一个行销分级做得非常的完整。那一样我们现在这个基础当中，我们打出我们的通路，我们一起加油，我相信我们绝对会让我们的农产品，不只是农产品，还有我们的畜产品，我们一样都可以打出我们台湾国家队。再一次感谢我们的集中主委，也感谢我们所有农委会的同仁大家的辛苦，也谢谢我们的市政府的团队，再一次感恩，谢谢。来农委会陈集中主委，还有我们民调满意度越来越高的黄伟哲市长，当退掉了以后，立法院的陈立委，甲包括吴同良议员、陈秋鸿议员、尤云迪议员，甲咱的孙慈明总干事，还有农委会许许多多吼，咱国际处的啦吼，农粮署的啦吼，甲在地谢局长，咱所有嘉禾朋友大家好，早大家好。今仔日呢有这个活动吼，我是感觉吼，爱特别爱感谢咱陈吉仲主委。在咱全球的疫情吼，在全球还未真正发热的时阵，三月份，伊就感受到讲吼，这个外销的这个推销的形态吼，爱多元化，爱无同。所以迄阵就结合着六十间的这个电商，举办这个嘉年华的活动吼，嘛有今仔日活动的开始。外销确实是非常重要，嘛相当的关键。咱进前啊，咱陈主委啊，为选啊嘛卖了袂歹啦，吼，佫卖到云南来啦吼。迄种我的双击区啦，山仔特别我也讲的是，咱也卖了袂歹呢。山仔今年都过去啦，一年当年七月份的登记吼，卖吼无到七千栋，今年卖到八千外栋安尼啦，实在无简单。今年的稳单吼，讲起来去年四千九啦，主要你订五千吼，小可较保守淡薄啦，应该甲山仔同款啦，差不多嘛要加一千栋啊。我看你今年的通路安尼爬吼。不管是日本吼，计20单、20单吼，将来吼，拢无拍开，互你拍开。今年新加坡的量嘛一定增加，香港阁拼命，今仔日阁加一个澳门吼，所以差不多华人的世界澳洲的亚洲的所在，咱差不多拢拍有比例啊。所以讲吼，主要五千栋吼，加一千啊，安尼有法度无啊？咱就注意拍，好不好？吹一个啊，鼓励一个啦，嘿啊，加一千栋啦，靠一个压力的啦。外销若拍愈多，咱内销吼就愈抢市啦。是安那？我安尼讲，因为过去咱的文旦市场吼，上倚靠中国啊，从89%差不多90%之侪拢差不多靠中国啊。中国疫情今年足严重啊，所以讲分散市场吼，分散风险，这是非常重要的代志。所以我今仔看了吼，这个文旦的这个外销吼，会当多元化的管道吼，就是一方面爱肯定农委会，一方面嘛为咱的游农者吼来欢喜。咱的外销通路拍愈多，内销会愈休息，内销若愈休息，我相信啊，这绩效就愈来愈好。注意，感谢你，后街吼，佮继续来卖年糕吼。以上祝咱杨活动圆满顺利成功，谢谢。我们台南市的大家长黄伟哲市长，还有我们两位最照顾我们台湾农民，跟我们所有支持农委会的我们的两位非常的好朋友，我们的庭委委员跟国务委员，还有在座当然包括邱鸿恒，还有我们在座很多的议员，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台湾好农的江董事长，还有我今天才知道李南新大哥是我屏东科技大学非常好的朋友陈老师的先生，那还有在座的所有的那个关心我们文旦柚的所有的先进，更重要的是还有我们麻豆农会的孙总干事，大家高掌，大家好。我首先啦，大家抱歉吼，因为我们阿公的说公路有小可塞车，所以行平面道路来，所以第一个跟各位抱歉。第二个我几个感谢，第一个我要特别感谢台南市黄伟哲市长，伊真正是来吼专台湾上高卖农产品的市场啦，将阮的山啊油啊卖到遮好，而且油啊毋是敢卖去加拿大、日本也卖，香港、澳门都卖吼，所以安心是好。黄市长跟谢局长他们所带领的团队，一个掌声吼，咱台南的农民朋友有较好的收入，第一真正都感谢，第二我爱感谢，真正伫阮伊内底替农委会所有的政策、所有的预算，也无因咧照顾，咱绝对无法当办遐侪代志，包括咱的农民保险，包括咱的农民退休储金制度，包括咱的农民职业灾害保险，甚至当初讲的，田辉甲国务委员讲的，所有的台南。任何的农产品要安怎出口，要安怎来销，
拢是因两位委员第一时间来农委会建议，咱是毋是掌声感谢评委委员甲国务委员，感谢恁两个对农民的照顾。第三，我真正爱感谢包括安尼孙总干事跟台湾好农我们的江董事长，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措施，让我们的文旦农民价格非常好。我在这里要特别报告，真正今仔今年，老天爷照顾我们风调雨顺，而且我们的白鹿离中秋节又有将近四个礼拜，所以我们的文旦品质今年非常的好。全台湾十大产区的文旦不止品质好，那因为产期不一样，我想马豆这边已经都采收完，那陆续大概卖了七八成。所以还没买，今来买，无今年可能会买无到文满岛的文旦吼。所以在这里呼吁所有的全国消费者，可是麻豆完之后还有斗六，那斗六完一直上去到新北，然后到宜兰东山，到花莲瑞穗，所以刚好产季分开，所以我们今年的价格维持很好。可是不是只有这样而已，我在这里非常感谢，包括我们自己农粮署国际处跟所有的业者，那我们今年5000吨，即将那。都有委员报告吼，5000吨吼，伫即个疫情内底吼，肾功腰哥比骨瘤成长，但是我们是设目标5000，那当然期待超过6000、7000也都没关系。所以文旦要怎么出去？今天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合作的模式，我们可以让香港、让澳门的消费者直接透过我们跨境的电商平台直接来订货。目前已经有超过1200多个我们这些境外的消费者。透过我们的电商平台订购我们的文旦，那我们今天呢是5公吨，我们今天晚上就会从高雄港，那隔天就到香港，那我们香港澳门的消费者就会在2天之内拿到我们新鲜的文旦。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所谓的外销的这个策略。那在这里也跟各位所有的媒体记者朋友报告，今年的疫情我们透过全台湾总共有60家的电商平台，总共有60万多个国内外消费者上到这个平台，我们的纯粹卖台湾农产品的业绩已经超过6亿。我们的电商平台有买500送50，那我们预期到年底可以冲破10亿。怎么来讲，跟其他的经济产值比或许不高，但是对农民朋友来讲是非常大的效益。而且喂，外销有在走，就按讲的市场有的势，安尼介绍内销的综合，所以在这里跟各位报告，外销我想5000公吨绝对会再持续的让它再加码。更重要的是内销，我想我们的内销，感谢我们孙总干事带领的十大产区的策略联盟，在各地办了路跑，办了许多促销活动。那农委会推这边已经推出的柚香礼券，在这里跟各位报告。已经有超过15000张卖出去了，那我们还有15000张，那期待所有的消费者，希望在9月中旬赶快来购买我们的柚香礼券。除了柚香礼券第一波之外，我们还有第二波的相关的也会推出来。那内销推完之后，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让柚子全柚利用，每一颗的柚子，它可以做很多的加工，可以做很多的不管食用。或者是其他的会使用的清洁，那我想所有的这些措施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所有种油的安尼农民朋友，一年加靠这个油啊收集的时阵，记得天公伯好心听安所有的农民，农委会绝对爱甲包括安尼台南市政府，包括安尼委员，做伙拍拼，让所有油外的价钱来维持好做好的水准，不是加今年，不是加去年。应该是让这个制度永远拢会使，大家做伙合作，让安尼全国种以外农民大赚钱。所以想尾啊，要呼吁所有消费者，在这时候疫情的时候吃柚子最好，它有丰富的维他命 A、B1、B2、C， 而且还可以具有帮助消化，而且是可以做各式各样的利用。那我们欢迎所有的消费者在中秋佳节前。大量的来购买我们全台湾各地的文旦，让我们的小农那可以持续的努力，为大家生产高品质的文旦。再次感谢各位，
我们一起加油，谢谢，谢谢诸位。政府农业局谢耀清局长，我们一起到台前来。另外呢，莅临现场的三位议员，我们台南七位议员哦，我们也一起到前面这边来，谢谢陈议员、游议员以及吴议员，好，刚才议员。好，我们先今天呢有一个出货的仪式启动仪式，要有请诸位。这个不是 call in 哦，这个是香港那边的货主哦，所以说请不要误会了哈、哦。这个是我们销到香港，而且是直接这个 B2C 直接来的哈、哦。OK， 这个直接呢都每一箱都是已经销售出去了，要跨境直送到我们海外的消费者的手中。所以我要有请主委跟市长拿着我们的这个宅配物流箱，先看我们中间的镜头，也让我们美女朋友们来捕捉一下的画面。这一次的台湾文旦透过电商平台跨境直送，要送到国际的消费者的手中。要好，来座位来哈、哦，文旦跨境送，新鲜到你家，赞！好，来看一下我们中间的镜头之外，来有请主委跟市长啊，看一下我们左边这边，左边的镜头。好，谢谢。来，再看一下我们中间的镜头，给中间的美女朋友拍照一下，好，中间啊，赞。文旦跨境送，新鲜到你家。右边的镜头给我们右边的镜头捕捉一下画面，让我们消费者都能够在中秋佳节吃到最棒的台南文旦油，给我们的收彩。来，美女朋友们，谢谢。中间，过来看一下，各位。好，刚才呢，市长也特别提到的，这每一个都是我们一斤弄哦。订会啊，订会啊，被送出去给我们的国际消费者。好，接下来呢，我要请诸位跟市长好准备，先把我们的这个主任长官一起来。待会呢，这个是我们今天特别有一个货柜车在记者会后，马上要直飞高雄港出关，海运到香港的消费者的手中。加入起来，台南三地。Ready 上的文旦油，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产销履历跟有机农产品的标章产品，要让海外的消费者用大的消费价，可以让假料放心，马假料安心。好，跨境直送台湾文旦，赞！来看一下我们的镜头，那么待会呢，这个满满的台南收文旦带来的花的文旦，就直接要送到跨境直送到我们的消费者的手中。那么之后呢，陆陆续续的包括要将文旦又跨境直送到新加坡、澳门的消费者，将我们的国际消费者中秋佳节买到家里来带完熊盖锅起来文旦。谢谢诸位，也感谢市长。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美女朋友们在今天的记者会。来进行做要送到香港的消费者的手中，那要有请诸位还有市长以及贵宾一起将这台货柜呢直奔高雄港出关，马上海运要送到香港消费者手中，一起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太棒了！这么由台南产地直送的文旦柚，每一个呢都有产销履历以及有机农产品标的，也就是今天呢给大家特别有一个仪式的，也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来见证，进来玫瑰的即将回来啊，就马上要直飞到高雄港出关，海运回来送到咱永康的这个国际小玉菜市场这边，我来的永康的民众来到吃到咱台南上盖赞的花脑文旦。今天呢，我们这一台的货柜，所以直接的要前往高雄，前往高雄，我们也一起带来台南的观众共同来见证这重要性的一刻。没啦，我今天给我报一下，我讲吼，遐坐轿无我钱啊。我弄个金融搞我收着。我当然我无，我当家用嘛。哦，还有几件不搞定的。哦，我到厂里面搞应该做的。多少啊？多少啊？多少啊？对啊，几岁啊？所以咱拢小农的货，你看这营养小农，拢年轻人的物件。所以营养恁营养农会青农最厉害。麻农麻营农夫啦，麻豆下营。最厉害对，哎，麻豆下营这拢咱这是小农的。对啊。这
这些东西蛮小农的呀、啊，我卖很多小农的东西的。小农利润好不好？阮头一寸价袂尔，阮价袂尔。哦，你会杀季节，季节上架费，上架费选秀嘛。所以就只咱那种闽清农的。这边都是麻豆农会的超市，都是卖农民的东西。那、啊、你等一下，我刚刚讲，我多给你，你要放那个我们文化局的那个文创商品。好像各地的乖乖，我们有乖乖。OK， 可以。泡芙有泡芙。各地的农会都有吗？可以可以，这个有台南的那个文化的。对啊，我就加元素在里。我来给一个文化专区。这是哪里的？古埔啦。古山的。云林的啦。嗯、啊，你这边上第一名，什么所在啊？是古埔啊。一万，一万，我们家的农特产，我的农特产，那是咱家的，这么多的，这么多的产地价，这农油券可以用，这个贵了，农油券当然，农油券没抽到，可惜，农油券上架，农油券，农油券全省的农油券宝贵的，要想卷，好了，在舞台哟，啊，那广告费哈，因为它很大。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想帮我拍一下，拍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当可以当当客厅的，这样好不好？这样好不好？好。好，再来。三二，拿先拍一下。等一下，我。还没有，还没有。好，没有，还没有。啊。来，我不同角度，不同角度。好。好没？感觉上好像要变小。好，好 ，OK。